我们来看这一题例子 ，x 减二乘上 x 加四分之 x 的积分。好，那这一题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反导函数的概念，一眼去判断出答案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对积分符号里头的这个 x 减二 x 加四分之 x， 我们来做一下整理。好，我们把它整理成是等于 x 减二分之 a 加上 x 加四分之 b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对等号左右两边乘上 x 减二 x 加四，我们就会得到 x 等于 a 倍的 x 加四，再加上 b 倍的 x 减二。好，那到这一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带 x 带一些值下去，把 a、b 找出来。首先，我们带一下，我们将 x 等于负四带入上面的式子，我们会发现负四会等于负六 b， 这是把 x 等于负四带入上式的结果。则 b 我们就求得了等于三分之二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 x 等于二带入上式，我们就会得到二是等于六 a。整理一下 ，a 就等于三分之一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要带 x 等于负四 ，x 等于二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就是试着要让 x 加四等于零，还有 x 减二等于零，我们就知道要带 x 等于负四，还有 x 等于二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上头的这个式子稍作整理一下了。x 减二乘上 x 加四分之 x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边就是 x 减二分之 a， 也就是三分之一，再加上 x 加四分之 b， 也就是三分之二。好，我们把分子的三分之一倍都抽出来，就变成是三分之一倍的花弧 x 减二分之一，再加上 x 加四分之二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原来的题目，这一题呢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了，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积分符号里头的三分之一倍抽出来，那我们分别会得到第一个部分呢是三分之一倍的 x 减二分之一的积分，再加上呢三分之二 x 加四分之一的积分。好，接着呢我们要使用代换积分来做一下接下来的步骤。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积分的部分呢，我们令 u 等于 x 减二。好，在这边我们令 u 等于 x 减二，左右各自微分一下，我们得到 du 会等于 dx。好，照样的，这个 x 加四分之一的积分呢，我们也先把分母的 x 加四呢令为 w， 则 dw 呢就会等于 dx。 好，那我们想要来使用我们所推得的这两个东西，我们稍微代换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式子的部分， x 减二分之一，分母呢 x 减二我们已经令它为 u 了，所以就是 u 分之一。好，那 dx 呢我们知道就是等于 du。好，这边就是等于 du。好，再加上呢三分之二倍的积分，分母是 x 加四，那 x 加四是 w， 所以呢分母就是 w， 分子是一。看一下 dx 呢，此时我们是令它为 dw， 所以 dx 就是 dw。 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u 分之一的积分，第一个积分呢我们知道答案应该是等于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，那前面有三分之一倍就乘下来就好了，再加上呢三分之二倍的 w 分之一的积分，就是 natural log w 的绝对值。那因为本题是在做不定积分，不要忘记加上常数项 c。 好，那接着我们再把该代换的代换一下，因为我们令 u 等于 x 减二，
所以呢 natural log u 的绝对值就变成是 natural log x 减2的绝对值。好，我们再加一下，加上这边 natural log w 的绝对值的部分，就变成是 w 是 x 加4带进去，变成 natural log x 加4的绝对值，整个再加上常数项 c 就可以了。那这一串呢，就是我们本题的答案了。